奥特曼保护人类不小心破坏了地球，你会怪罪奥特曼吗？让我们一起在评论区点亮爱心，为喜欢的奥特曼加油吧！一，奈欧斯打怪兽，不小心破坏了地球的房屋，你会怪奈欧斯吗？如果在噩梦中整夜，直面着残忍的世界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，留恋却来不及告别。如果结局今生惨烈，无惧在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到19层深渊。牵你手往前走。二，特利迦为了保护人类打飞大楼，你觉得奥特曼做的对吗？站着时候会挫伤，会心痛，依然奋勇去战斗。再叫英雄抬头，乱一战不休，回首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。三，初代为了追逐巴尔塔星人破坏了地球，你会怪罪奥特曼吗？如果在噩梦中整夜，直面着残忍的世界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，留恋却来不及告别。四，艾克斯为了打败怪兽，在空中放大招毁灭了一座城市。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到19层深渊。牵你手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战争时空会挫伤，会心痛。五，奥比诺斯首次作战没经验，破坏了地球的房屋，被人类痛骂。才叫英雄抬头，乱一战不休，回首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，孤魂在放肆狂涌，守护你一腔孤勇，哪怕未来如洪流，也不曾退后。六，杰德为了打败怪兽不惜破坏城市，你会怪罪杰德吗？故事不朽，无悔。